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几条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啊，你几条按键知不知道？知道了啊、哦。嗯，从南妈到里去了。是啊，啊你拢当咱遮困嘛，还是搁有做别处？拢当咱遮困。阿妈出来。阿妈出来啊！哎、欸，阿桑，你过来一下无？好的，阿桑，我给你先试火。我跟你讲。你足侪案件啊，即我来带回去处理啊。哦，啊今仔送去地检，啊伊是交代讲要收回啊你啦，啊请你卖烦恼啦。辛苦辛苦，看辛苦辛苦。好，行危险的物件，你行行行行。危险哈，行行。处理一下哈。你辛苦，再危险的物件无？本所于15号。巡线前往他辖埋伏，查获身背6条通缉之蔡姓犯嫌。该嫌为躲避警方追查，已长达半年未返家。经警方逮捕，蔡嫌希望警方能通融将其身上所有现金交付抚养他长大之阿嬷。没想到阿嬷刚好骑车外出经过，现场知道警方来意。只能默默地收下孙子的生活费，并嘱咐其能重新好好做人。